特殊装备减少消耗是不是异装？是。那我做这个好了。特殊装备，对。耐力消耗，风压无效，特殊装备，昏厥无效，这很棒哎。特殊装备。驯龙天灵就一个，我的天！我看一下，查一下手。林品慈安安，哎呦，陌生的人。福佩玉安安，哇，两个没看过的 ，Hello Hello。乔子安安，子玉安安，佳琪安安。哎、欸，你到底怎么称呼啦？已经问三天了。你怎么称呼啊？都不理我。都不想播，我今天没去漫展呐、啊，我，哎呀，都没有听我讲话呢，我就没有去 CWT 吼，你在帮我看什么？啊，我就看了，是特殊装备没错了。哦，是哦。要训喵哇，我训喵就只有一个天灵，又要投资在这上面嘞。你也可以换的、啊。啊？没有，我说你也可以换的、啊，因为它有昏厥无效啊，防御力大啊，特殊一中减少啊。哦。小马、哦，好，我记住了。还有谁？小远安安 ，Windy 安安，攻击大，体力小，体力回复速度大。对啊，金狮子的铃铛我好想做、哦。啊，这是金狮子。不不不，那个、啊、金龙，金火龙。金火龙的秘籍我竟然不够，说不定已经用完了。昨天跟男友去漫展，有看到喵哈，对啊，喵哈有去啊。我主要也是因为那个啦。我FB 有时速的压力在，所以就比较没有去一些地方。我上次就是去，然后马上回来继续开台，就隔天我睡到死，结果是半熟肉，好，很熟，可以，只能加一半的耐力，熟肉，好、哦。啊，哎、欸，等我一下，没开啊、喔！我还在犹豫我要做什么笛子。哦，我对，猫都还敢。对啊，开。那我做这個，我先做这个好了。我先做冰龙，冰咒龙。冰咒笛子不是说也不错、啊。对哈、哦，笛子有没有？笛子上位有没有一个？嗯？啊、推荐吗？推荐的。上位就爆灵的、啊。对啊，暴灵啊，不要，反正要么暴灵或是岩贼吧。对啊，岩贼、啊。暴灵岩贼，好。岩贼是什么、啊？跟朋友讲一下。岩贼很好用啊，攻击体力大、欸，防御大。哎、欸，对啊，那跟冰咒一样啊。对啊，可以吹攻大、防大，很万用啊。嗯，那就好做。你说岩贼吗？对啊，岩贼啊。我来记录一下。生产装备武器。我总觉得我有点卡卡。卡。冰咒龙。我
打在 HTE 这边。打那个。撞墙吧。把日麻关掉。我朋友想要玩笛子，不是朋友啊，就是朋友那边有一个跟他一起的朋友的朋友，朋友的朋友，朋友。那他会很艰辛。然后克制强化。掉猫了。这段时间我再顺便去弄个水果。水果？你们开了？准备了的话，我会知道。我等下回来再看。好，可以。好，等你们好，我再继续用，再回来。好，我继续用猫的哈根。什么猫的哈古？猫的好感度啊！猫的好感度。就一直用那个调查那个收那种采集任务啊，然后一直叫猫啊。不用啊，你就是狂吃广域化就好啦。是吗？对啊，它可以吃很多。你就是身上有广域化的那个啊，你吃个青菇或是回复药，然后再跟 iPhone 回报那个调查，以此类推。哦。你也不用去。因为我想说，嗯，因为我想说，因为我的暴力果实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变剩下一两百，我吓到。我是说，要嘛刚好去采集，然后也顺便去刷一下某个的好感度。更变。更变装备。奶迪，奶迪，好了，我要出发啦！好，我戴口罩出门，一定会戴啊。只是有时候感觉就只是出去寄个东西，不用三分钟就觉得哈，还要拆一包口罩，这样子，出发。我先不开塞了那个好了，可是不开我也会宕机，开了也会宕机。哎呀，我是已经有点卡习惯。那塞尔人是莫德还是外仙的？外仙的、啊，哎呦，卡。外仙的应该是还好，外仙的他只是把资料拉出来，他不是改变里面的东西。对啊，我现在只装了那个啊掉落物而已啊。你要把如果是有 mod， 你要把它先删掉，不然现在又还很不稳，装 mod 可能会爆。我要吹什么鬼啊？哎呀！可以进了。嗯，等一下。好。
回来了。好，可近了。你没神经。我们看酱油在疯狂承接任务啊。啊，我就你应该是卡了一个画面吧，然后没有关掉。对啊，我已经来回结束好几次了。等一下，繁星是自己开一个解锁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找不到你们的啊。啊？好，我去找你。好，为什么我接任务没有报的？好，哦哟。为什么要搞自闭？就跟你讲说，你们排挤我，进不去。游戏排挤啊。猫的好甘肃，猫的好甘肃，钓鱼好手蛮甘肃。嘿，嗯，这个。然后这个，哎、欸，冰咒笛子真的不错哎、欸。是，冰咒笛是吹什么？攻大体、大防御、大风压无效。不错，不错啊。没有，我们要吹啊。咪咪，防御体力，体力是啥？体力是这个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催我体力增强哎、欸，我要去自杀。没有，等你们好哦。你到时候害我血变多。我帮你帮爆头。哎呦喂、啊！干嘛啦？遇到鬼、啊？跳下来就一只，差点把我杀了。冲锋哥而已。哎、欸，我等下在他前面放爆头，是他杀我的。可以的。是草莓。哎、欸，那个改是改一次就好，还是要改？改一次就好啊。你也想改是草莓哦？没有，我想再改。屌，爽啦！常用字句。自动，哇、啊！齐爽没？哎、欸，哇！妈的妈的！我是觉得左边的意外的谁倒下？你竟然是选择把它勾选掉、欸？哎，讲都不讲，我怎么那么友善？讲都不讲啊？讲都不想哎、欸！我怎么那么友善？人家死了不闻不问啊！嗯哼哼哼，没头发呀！还没，应该是不屈怂呢。够不屈了吗？啊，不屈多久？是要不屈多久？嗨。你要不要进来了啦？啊，我就进来了、啊。哦，问一下。好了好了。嗯，好，不然改成酱酱你是爽没？就好了。别人死也是在叫我。对。啊，我改好了。然后杰超一进来马上吹，不然他也不去，他也不用不去。
我在这组有。哎呀，所以有要打其他的吗？还是就直接叫浮棉龙？马萨嘎哦，还是要普通黑狼？普通黑狼你叫出来吗？森林啊，森林你不是有七等、啊？我一等。哎，叫，一等黑狼叫出来吧。所以，一等黑狼叫得出来、啊，就是叫出来就只是不是那个。你想讲什么？是力战的、啊。哎、欸，过来，我要吹了。哎、欸，有人，哦，好好，你出来了。很大，有多大、啊？哦，我感受到防御增加了。然后我吃一下，我把手把放在腿上，他刚震一下，我吓到了。哇，防御1414哎，哇，992，你真的不玩不屈哦，不屈很好玩哎、欸，真的有黑狼鸟吗？记得 L 一有吗？130不是要三等吧？监视灭境，监视灭境别的地方对吧？不好意思，监视，我想打一下。可以啊。哎、欸，好像真的要三等哎、欸。啊，没有被赶走了。哎、欸，出来了。哎、啊，真的出来了。啊，一定可以啊。那个五等以上是力战的 啊以下的一定就是一般的、啊。不是啊，他的意思是当时。黑狼你要解锁条件呢、啊？要出现的时候，对，没有设定条件，那时候是游戏内一开始遇到的条件。哦、，first time， 对，你人生的第一次，啊，我忘记了。然后就马上，我先锁一下。说啥？我锁一下，我是。哎、欸，我是吃大毅力，而不是生物博士哦，所以应该不用找了。我忘记锁了，我回去一下。看，你们哎，繁星，嗨，我也没锁。去啊去啊，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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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！哎、欸，我要去锁，北西哦。我要锁。大家都一起锁。没有，因为我想说，是是我想说开荒地我就先开了，结果刚先打开啊。固定环境。那我白吹了啊，没关系啊，来下面。不是啊，因为就是会有人讲说，笛子已经很破坏力很高，你还躲在旁边偷吃补偷偷吹，丢我们笛子党的面子。我说1%而已，哼。笛子破坏力很够了吗？我就说，我顾虑到99%的人，哎、欸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开干，宝。还没反应呢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哦、再过来一点。中洞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石头，哎、欸，我石头嘞。哎、欸，我刚有捡呢、欸。What？ 你转了两次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转了一次，两次。只能再扒一次了，不能再扒一次，只能靠墙了。我再靠了。看起来不想过来，撞这个也可以。哎呀，有，嗯，哎、欸，我怎么突然中毒？哦，前面族，后面的、啊，前面的，我想说我，后面的班底啊，我在他的手，哎哎哎哎哎，小可爱。哎、欸，我懂你的意思，欸、我懂你的意思了。哇塞，他说撞我，想不到你也那么懂他。我懂啊，看着怪异杜立德，大凶才杀手、欸。你说周波打是什么啊，哥？那个、啊、爆弹啊。响周波是打击，高周波是硬爆弹。响周波是打击。哦，
哇，其实这个也不用吃鬼爆炸菇哎、欸。吃鬼爆炸菇会加一次，吹笛子会再加一次啊。但是可以。抱歉。没关系，我来了。感谢你，我在习惯笛子。马吉在打我啊！马吉打得好，喂，马吉对，哎、欸，你多到空气。哎、欸，哦，那只怎么睡得这么香啊？你不要吵他，不要吵他，问马吉，问马吉，问马吉。啊，这场是怪怪的、啊。我刚看到这龙突然不动，害我吓死。哎、欸，啊，没，哎呦，有的撞到。哎、欸，你是叫他来撞我啊？我这样子打的吗？啊对啊。哦，他是要靠近敌子的地方才有伤害，是不是？好，懂了。那我要玩笛子了。哦，哎呀，我这个礼拜就玩笛子了。好，好。哎、欸，怎么会有雄伟哦？白痴哦！我想说，哎、欸，把箱拆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只剩一天吗？我在捡黑狼咬的东西，掉出来的名字不一样。好啦，音响，这叫顺便吗？巨大狂外。好啦，你们去料理它，这只交给我来捡。我还没捡东西。啊，料理那个吗？来了。你就带它过去啊，给它撞啊。好，我来了。那你把我们家的尿布好，我不要。有。不知道为什么那种小小梦魇的感觉。有吗？一点点。你感觉错了，因为我笛子的音量很小，所以听起来有点神秘感。哦，然后我还插那个骨笛珠，有啊，骨笛珠本来就要插、啊。我不知道，那到底是干嘛的、啊？持续更久吗？加增加，对啊，持续更久。给他讲。哦。哦。北七哦，这是下。哎呀，这不是立战。可以撞，我、啊、靠！你要干嘛啦？我说可以撞。你要写东西哦。行。啊，你明明就有 line， 你就是打 line， 用 line 传纸给我看就好，应该用写的。没中，我歪了。歪，超歪。我知道。哎呦，我也是被弄下来。很难搞，靠你们！我一装 CD 啊，靠你们！好了，我穿。可以。可以了。
快死了。我不知道骷髅头哎。我也是。我有带，等我下。让隔壁他妈鸡要不要顺便啊来啊？来啊，妈鸡。这个就回来。啊，很完美。哇，耐力条！哎、欸，这个大胸才就可以有减两次。可是上次打大胸才只能减一次。对啊，是改过了吗？可是最近没更新啊。我会 half fix 吗？不会啊。是啊，那你们的上次是六号以前吗？昨天呢、啊？王八蛋！你后面那个王八蛋！我在处理他们。在大回旋到回旋的那一下，直接被炸飞。垃圾。I'm sorry。是啊。死掉了。哎，狼鸟，我还需要一只。好。我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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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开红，我一卡也办不死，完了，真的是完了。哎，森林只加了一点点。啊，对哦，我锁起来了，白痴哦。白痴哦。贝蒂安，静安，雨山安。有父母。哎、欸，力战的。哎、欸，力战金狮子、欸。揍他！要不要先揍他、啊？等一下，可以啊。嗯，好。那我换装备。我去尿尿。因为看他狂怒了，是我看错了。哇、哦，黑狼鸟已经叫了。嗯。对啊、
浪费蓝色的美狼眼。黄鹿哪边的？哦，大一种。大一种，哦，龙眼。我到了，该死！该死，我到了。好，这个意思吗？我来了。哎、欸，他是在营地直接爬出来那边吗？我看得出来。是。你们先打，我抽一个笛子。你开始了。哦，应该有机会吧？有。主要是。哎呦！可以再撞。我没石头。我来。哇！差点，差点，差点，差点。哎呦！倒了，扶完倒。是，我还看到一只金狮出来了。有、啊、我的牙兽种解析完毕了。啊。我怕。哦。安内阿外注意外注意，好好好，找到了。没关系。对，我真绑着。我没有吃到吸引仇恨啊。就是没有，大家都打一下了嘛。我被打了，我被打了，第一次被打。空炮来啦！哎、欸，我要看看你们地图侦盘。好了。扁他！有没有大力卖鱼啊？哈！他冲过来了。还想？还笑想大林麦玉，有，四级也来的，哎、欸，怎么在我脚下？飞卷怎么被暴林带过了？嗯，哎、欸，我还是金狮子。哦。好了，考过没？好跑，走。噔。噔噔噔！看我不要草食用，我是要播草食用。噔噔噔噔！哇，他跟着你去了。欸，黑狼也来了。啊，同时狩猎啊！太刺激了吧！这个拉远是他跌倒吗？没有他大吼，哎、欸、来了、哦，我是指那个黄怒恐暴，怕，我靠，哦喷他的好，哇哦，这怎么搞？请问哦，干得好，啊，我没防御住啊。怕，哦，怕，被推走。哦，没得补了。哎，有了，你抢哦。哦，
哦，哇哇！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巴掌拍死！睡眠蛙，睡眠蛙。我没看清楚就被打死。哎，中毒。可以，是不是右边的字条变多啦、啊？可以看的地方变多啦、啊。右边是，对啊，他有把它缩的比较密集一点了。就右边的字变比较多了。从冰原开始就是这样。哎、欸，可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哎、欸。真假的？嗯，字变好长哦。还是要不然就是我记错他的那个，哎、欸。爬的不错。五、哦，粘着石。哦，差一点点。粘着石。啊，又我了，扎、哦、小。哎、哦欸，这一招是真的很痛。我又回来了。他的只要是往下垂的，每招都很痛。我被扣了半血多。我手的还没那么痛。这招很痛啊，就是直接往下垂的，是这招很痛。我双转身一下下去了，啪！哇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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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用粘着石丢他屁屁！丢！哎呦！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可以很好。来了。哎呦！他晕了，他晕了，他晕了！我们的 TT 晕了。跑了，跑快！开始诱导猎人引引出魔物之所在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动！他跌倒了。不要乱跑啊！好，你们下面那边吃得到。那跑了。跑了，那回来就开始。我听得到。啊。991。什么991？我的防御。你要不要用那个啦？1489啊。